那今天是礼拜六，那在六天我们就要回去台湾了。那请问一下，同学，你对这一趟旅行的心得跟一个感想？哎，这里的一切真的是真的很不错。你看这个环境这么的优美，然后很多小动物，虽然说路上撞死很多，虽然说哈实验上没什么特别的收获啦，可是至少说有看到人家是怎么做实验，然后怎么做事情的一个态度。啊，这趟最感谢的就是竹艇老大对我的照顾。别这么说，快别这么说，我的吐都到这里了。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是真的，我吐在那里。乱讲。其实这趟旅行如果没有那只猪跟西瓜的话，一切都会非常完美。好啦，有一点点舍不得，可是还是得回去啊。好啦好啦，那我现在来访问另外一个人好了。是我的吗？啊，我在对着我吗？没错，就是你。好啦，那换竹艇老大来讲一下。哦，你看今天新冠小项链，不要讲啦，我很低调的，超亮的。不要讲。那你要采访我啊？哦，好啊。那我们现在镜头前面这位呢，就是传说中的竹艇老大。那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竹艇老大，对这趟旅行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？这趟旅行呢，不要说这趟旅行，就是说来那个 Hagerman 的最大的感想就是，就三个字，三字真言是什么呢？你猜猜看。猜不到对不对？刚刚你不要跟我说真善美，错啊，怎么可能？其实这三个字就是牛大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到处都是牛大便的味道，然后就是硬有那种低标票硬要说吼那是哇塞的味道，我就觉得很 confused， 明明就是牛大便的味道，整个因为它整个四周都是养牛，所以那个大便的恐怖你知道吗？上次新闻还不是有讲说那个大气层会破裂啊，二氧化碳浓度太高的话呢，有那个有几什么那个牛啊，牛不是会产气吗？没错。对啊，我就想说这也太恐怖了，这实在是太恐怖了。对，然后心得嘛，就是学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像学了一些分身方面的东西，这实际上我在台湾是还没有做过的，对，但是回去台湾可能用不太到啦，但是这是一个经验的累积。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镜头这样子。然后我这次最主要也要谢谢一下那个儿同学，屁耶，那个某儿同学，某 S 同学，他也是很照顾我。S 是帅吗？没有，就是 Sherry。 啊，也是有你的帮忙，所以哪有互相扶持啊，我觉得因为有时候一开始来的时候那个心情是很低落，所以因为那只狗在大便耶，是尿尿还是大便啊？那只狗它昨天一直拖它走，它就是硬要大啊，赶快回来不然等下被撞。应该是不会啊。好，那我们说到哪里了？你刚刚说到互相扶持，对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，就是在这一次的一个实习中，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，真的要朋友互相扶持，支持对方，这样才有办法继续活下去。因为才有办法嘛，身不由己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才有办法对抗底格漂啊。说得好，底格漂，不过想一想，那是自己吼。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也是要转一下，会比较好过一些。没错，我们也快
必须要像，有时候也是要向习龟看齐啊。对，对，我们老师都在说他这样子不错啊，这样很好学。唉，虽然一开始我真的很看不起他，但是虽然现在打从心底还是很看不起他。对啊，没错，就是实际上面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感想，但是还是不得不佩服他有办法这样子能屈能伸，然后前骂一骂，后狗尾巴咬。前摇尾巴，后骂一骂，你看，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学习的地方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变成这样哦。我不会变成这样，我还是我的原则。好啦好啦，但是没办法，你还是该尊重，还是要尊重。对啦，还是很容易就被攻击，所以、对啊，目前就这样。然后现在要回去的话，也是有点舍不得，因为我还一直在等一下有没有我的艳遇，但是一直。都没有我的艳遇，有啦，之前在酒吧那个搭讪的时候去 barbecue 那个，我真的觉得说那个真的不是什么好货，那时候。下次有机会啦，下次有什么机会？机会都快没了，都要买机会回去了，还要机会。对啊，如果说安黑亚他没有女朋友的话，我会追他。是阿用啊，爸。安黑亚也是啊。啊、哦。对啊，阿用啊，人家早就结婚了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好啦，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了，快回去了。我爸还问我说：“啊，我高男兵育我啊，算了啦，这里都结婚了，小孩一堆。”好啦，这次心得就是这样，也是残念呐、啊，残念呐、啊。好啊，那我在哭了、欸，我的眼睛又开始在痛了。好啦，那我好啦，那访问到这边结束啦，好，那我。